阿妹呛虾金曲奖，我就是最会唱的。你刚刚最佳女歌手谁啊？最佳女歌手。是的，日前张惠妹和男友 Sam 在自营的夜店开员工同乐会，有不少充满爱意的互动。身体摇摆的部分。几杯黄汤下肚的阿妹，不知是醉了瞎说，还是酒后吐真言，她竟然开了重炮啊！好，安静，我都爱你们，安静，我非常爱你们。我跟你们说，即使金曲奖我没有拿到最佳女歌手，但是不好意思，我是最会唱的。以阿妹这样高的位置向本届其他四名入围者呛虾，其实也不为过啦。下周六金曲奖见真章喽！苹果娱乐 Live。好了，谢谢了，开玩笑的。报道：苹果爆料第二周冠军出炉，广告砸中捷运车厢，点阅率最高22.94万，恭喜陈小姐独得奖金20万元。检举 BRT 车站钢筋外露，恭喜读者郭先生独得奖金10万元。6月每周送出20万，月冠军大奖200万，等着你。